大自然的神奇礼物，源自台湾的绿色的黄金，珍贵台湾绿色的香家。我用上天然的环境来取出上好的香，采收上好的香家、香蜜甲香红灵。绿蜂胶非常珍贵，令它得来不易，而且很稀少。一个蜂巢大约60000只蜜蜂，一年只能够生产大约200公克左右的绿蜂胶。那以前大家不知道绿蜂胶是个宝，经过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，绿蜂胶里面含有100多种的天然珍贵有效成分，而且有数十种天然的微量元素。台湾珍贵的绿蜂胶含有特殊的滋养物质，一无二烯类广酮，更是珍贵的神经滋养物质。由着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陈耀宽医师指导，台湾专业生技团队研发，独家超音波微波萃取技术，萃出着丰富的天然黄酮素，对着调节生理机能、调整体质以及促进新陈代谢，都有较好的效果。台湾绿蜂胶经由特殊的多层次超音波萃取技术，分子量非常小，小于500刀等以下，可以经由口服直接吸收，帮助提升精神，思绪清晰，是一项萃取技术的新突破。由着台湾绿色的香家萃取，搁再添加着银杏果萃取、天麻萃取以及蓝莓萃取所研发生产，是咱学生囡仔、上班族以及咱厝内底许大人全方位的保健食品，让你更加有智慧，充满着精神活力。